我念经我已经考虑念圣旨，神是我的父母，我一路一路我不会变成但是我的孩子是算的公平了，神是有苦要我说的，是别别要我的父母来是我要苦要你上说的时候我们要付出不要我们来不知道谁在买烟哎，你爹我是也是我是我们一定要付出哎，也是我啊，那么买我们阿妈也弄些。